呀，这个裙子真好看。啊，妞妞，姥姥的裙子漂亮吗？乖，漂亮，看牛都说，牛的眼光可高。今天的天儿好，也不冷，咱出去转转啥啥的。你不得穿一个厚来穿？我不冷，放心吧。我妈妈说我穿的太薄了，不冷，放心吧。我穿这样的衣服，里面穿这样的，外面穿一个毛衫，我爸我妈还怕我冷。给你们看外面的天啊，你看，虽然没有蓝天白云阴天，但是一点点都不冷。这雪都化完了，你看，下了两天的雨，那个雪全部给它下化了。今天不冷，就带我爸我妈去商场转一转，走吧。妈妈请上车。今天天气好，咱把咱俩出去逛逛商场，咱看中啥再买点啥啊。啥都外卖。到地方啦，这来一个月啦，第一次来逛美国的商场啊。妈，买菜吗？啊，买菜是逛超市。那去买菜也买好几回了。哎，这商场是商场，走吧，看看美国商场和中国商场有啥不一样啊。慢点啊，走吗？这都是车上人，他一看有行人过哈，他立马都停到那儿，让你过去之后他再走。看看这夹克有啥喜欢的吗？几个俺妈那俩想要啥买啥哈，牛买单几个啊？你不能啥咱出来光买衣裳啊？那出来转转悠悠，不能光买衣裳，天天让那钱花花花。你想，妈光说胡花八花嘞，不想让牛花钱。开门，这不是夹克、牛仔裤、休闲装都有。皮鞋哪国没有皮鞋啊？爸，你我这个鞋啊，是吧？用那个手鞋是吧？当然呢，人家也是个国家，人家穿啥鞋都有。你以为光咱中国有皮鞋、有手鞋、有胖鞋？嘴里啥都有是吧？妈，咱俩一来到这儿，人家国家也有，咱这中国的鞋啥东西啊？人家美国也有胖人、瘦人的，也有喜欢胖的呀、瘦的呀。那这版型不一样，每个人习惯不一样。美国的商场都是，就是自助区多，选啥你也都给你大小猫都那儿摆住了，或者是多大的腰都给你地方标注的清清楚楚。你穿多大腰就那。你那儿已经试了，试完之后，请你付钱了。二楼是那，二楼是那个家用的，还有小孩的。这一楼多路了，往那边走，大路了，慢慢逛。卖包的，卖首饰的，卖香水的，卖护肤品的。都有，这世界名牌的那个啥香奈儿的、Gucci的，然后还有 LV 的都有在这里头。你看我自己出来逛街，我看着啥给他买回去。不要，我啥也不要。买个包吧，给你。咦，走。我都这个年龄啥也不听。买个配件吧。咦，你别给他想点货买了。这老太太、老爷子一出门。呀，天天想着害怕花钱，害怕花钱，所以跟他们出来逛街啥也买不了。到家了，我们拍着拍着手机就没电了。然后我们到家，咱到家都3点多了，不是吗？大家都3点多了，给我爸我妈买衣服，他们都不要啊，我硬买，给他们买了几件儿，来给朋友们看一看怎么样，看俺现在眼光咋样啊？给我妈妈买了一条，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穿有点冷。然后买了一条裙子，然后又给我妈妈买了一个紫色的羊绒大衣，哎呦，这个料很舒服，很软。又给她买了一个打底衫，正好往前可以穿，白色的配紫色可好看。哈哈，妈妈这个紫色是妈妈喜欢的呀，这个紫色很正，颜色很漂亮。给我老父亲买了一个他喜欢的这种。也是算是打底衫吧，这种，哎呀，面料很舒服，就软软的，丝丝滑滑的。买了一个这种休闲的裤子，我爸都穿3/4×29的。这裤子也是一眼相中的，你看这样，黑搭这种颜色是很时尚的一种穿搭。
然后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搭配挺好看的。马上穿上你的这个艳龙大衣，让咱的朋友们看看咋样，看看妞的眼光怎么样。我发现俺妈可适合那种富贵的颜色吧，你发现没？你穿个这白的试试吧，给这个大地衫穿上也正好，俺妈。我让他穿个白的好看吗？嗯，哎呀，就是配白的好看，然后主要这儿带个边儿还。嗯。这羊绒大衣质量可好，手感可好，沉甸甸的还。你好看啊，爸爸，看着我咋样？好看。我也可美，看见俺爸俺妈可美，当闺女的也可美。哎呀，这个裙子真好看。啊，可美嘛，就是这。牛买的衣服都非常的时尚，是不是吗？觉得这等穿的时候，这脖子里再戴个项链儿，哎，弄个珍珠项链往上一戴。牛牛，姥姥的裙子漂亮吗？乖，漂亮，咦，漂亮，咦，看牛都说，牛的眼光可高。哦，好看你就是好看，你瞅给妈可洋气。这一逛街都不知道饿了，我妈给我爸他俩。煮了点面条吃一吃。你吃啥？我不吃嘛，我要减肥。我从那一来，我见我又胖了好几斤了。你吃啥？我给你挑个黄瓜。嗯，中，挑一点黄瓜都中。喝二两酒，经常不去逛街啊。哎，逛街感觉挺累的，哎。我喝酒很少吃主食，就是吃点水果，吃点蔬菜。那我看到我妈穿的那个羊绒的那个紫色的外罩啊，真的是很好看，很富贵。嗯，还看中一个皮草的，是那种驼色的。我妈说她穿上很胖，那种皮草的她就是看着像人胖，但是好看更富贵。她不要，她喜欢这个紫色的，那就买这个紫色的，买我妈喜欢的，是吧，妈？买就买你喜欢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我哪个天胖？我妈说太胖。哎呀，我准备喝上二两啊，简单跟你们聊两句啊。这两天事情比较多，因为年底了，很多工作要做，这段时间头都大了。这段时间事情太多了，但是心情好，因为我爸我妈在这儿。我是不是吃胖了？你们看。这个脸感觉就胖了一圈一样，是吧？从明天开始执行我的减肥计划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们聊了啊。烟火的气息我是每天都在享受着。干一个。好了，拜拜，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。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明天见哈。我也休息一会儿，拜拜。